好，我们再继续再练习，算一算电阻啊。请问你，我这样子这个图，然后有三角形，有三个点，我随便接两个点，问电阻多少？第一个我接 AB， 接 AB 的时候我怎么连的？我说如果你看不懂，就把它重画，画成方方正正的重画，你就会看得懂啊，你就会看得懂。那个 A 过来。A 走过来 ，A 走过来，兵分两路。这一路呢是接两欧姆，再去接一个四欧姆，然后这两条路呢再把它合在一起。所以呢，你就可以把它重画一遍，你就会了。把它重画成这样，你就知道两欧姆跟四欧姆串联，再跟一个三欧姆并联，串联要相加是六欧姆，并联要导数相加的导数，所以。三分之一加六分之一是二分之一，所以算出来六分之三要反过来，不要忘了要反过来。三分之六，所以答案两欧姆。OK， 同理，我接 BC 呢，接 BC 一样可以重画啊，兵分两路，然后合在一起，一样做吧，就会长这样。你就发现原来是三欧姆跟两欧姆串联，再跟四欧姆并联，串联要相加。五欧姆并联跟四欧姆并联，并联要导数相加的导数，所以五分之一加四分之一，二十分之九，这不是答案，要反过来，九分之二十，算完，算完 ，OK 吗 ？OK， 这有几个图，接 AB， 接 AB， 请问长怎样？第一个 AB 多少 ？AB 这样接有一个会变没有用 ，AB 这样接有一个会没有用，因为断路。然后呢，就怎么做？很简单，来，可爱大帅哥，帅哥叫做二六二十六，你多少？三四。你说是吗？你说下，你说是。接四欧姆就是一欧姆跟三欧姆串联，两欧姆断路就没有它串联要相加，所以一加三变四。OK， 简单。这样接 AB 呢？哇，好复杂哦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慢慢做。中间有一个三个的并联，每一个都是两个串联，那怎么办？串联要怎么做？然后再并联怎么做？那中间这一块并联的就跟前后的三欧姆又串联了，那就怎么办？怎么做？所以就是并没有困难，只是麻烦。你必须要先想办法算出中间这一块三个并联的电阻是多少。然后再去跟前后的三欧姆串联，再算出来的电阻有多大，它就是啰嗦，并没有困难，想法做法都差不多。秦车站借问，这个瓦锥嘞，来小女生 ，two 二号，二号九，请坐，你答案叫做九欧姆。并联的中间那一块，每一个都是九欧姆，三个九欧姆并联，所以九分之一加九分之一加九分之一，再翻过来就变成三欧姆，变成三个三欧姆串联，所以三加三加三变成九，所以答案就叫做九欧姆。OK， 下一题 ，AB 多少？我刚才讲过，如果你看不到，把它重新拉一拉，重新画一画。你就会看得出来它是怎么回事 ，OK， 啊，我可以暗示你，它就是右手边的跟三十跟六十并联，并联再跟上面的十跟上面的三十跟下面的十串联，然后再跟二十的并联，哇嘞，真是啰嗦啊！要去并，并完要串，串完要再并，那就像是啰嗦，一步一步的做就可以了。就是啰嗦嘛，烦嘛，并没有困难，就是烦而已。
就是要并联算一算，串联算一算，再并联算一算，然后把答案给算出来，分开来慢慢一步一步算就可以了。我们找可爱大帅哥，没有抽到帅哥，有抽到帅哥，二三，你答对吧？你说你不会哦，面带微笑说不会，请说。35跟65并联，30分之1加60分之1，60分之3倒过来20%，20要去跟上面30跟10串联，20加30加10，60就变60，60再去跟20并联，60分之1加20分之1，60分之4搬过来4分之60，所以答案15，所以答案15。啰嗦嘛，先30跟60并算一次，算并完再去跟30跟10跟10串算一次，再去跟20并再算一次，所以答案15。 OK， 好，最后 AB 多少，这个应该比前面图简单吧，上面是3跟3串再去跟3并，中间这个点就当作它不分开也可以，就是变这样，因为反正我们都假设导线没电阻嘛，所以合在一起跟分开意思是一样的，所以这里右边有，所以变成这样子，这一块就这边这一块跟这边这一块串在一起，所以你把左边算它就已经算出右边了，然后呢就把它串在一起就加起来就好了，这样子是瓦锥嘞，这样子是多少嘞？小可爱小女生，4号，答案 louder 四，一二三四的四，请坐。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答案？两个方块是串的，两个三串，三加三六，跟另外一个三并。1/6加1/3是1/6，倒过来是2，所以左边也快2，右边也快2，2加2会变成4，所以答案4哦。这就是再一次让各位熟悉并联跟串联的时候电阻该怎么算，就简单的运用我们前面所记的公式就可以了，让各位能够了解。 OK。